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养鱼的人如果不想去河边走走，那你就少了一份热爱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我来看看附近河道里有没有鸭子。哎，我可没开玩笑，河道里有时候真的有鸭子，也为日后野采看看点。想到野采，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吧，就是在河岸的水草边用网兜来掏鱼虾。水光潋滟晴方好啊，可惜河里啥没有啊。现在的温度啊，可能还是太低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这是什么？经常野采的小伙伴应该很熟悉吧，有人在这下地笼啊，给它捞上来瞧一瞧，放的一点也不隐蔽啊。别说，里面东西还挺多，你看蹦蹦跳跳的。地笼外边啊，太恶心了，粘的全是水草。为了让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得清楚，我把我干净的苹果手机给伸进去了。哇塞，好一派景象，大量的螃蜞、泥鳅、麦穗、断花，还有一些虾虎，还有一些小虾米。正当此刻，我心里有一个疑问，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？截胡、放生、破坏，还是扔回去？我的选择是扔回去。如果是你遇到这个情况，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？